这个是正常的叫，阿拉中有两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。就刚刚5分钟前头，俺们叫的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。要命了，再给俺弄下去，我那个真的要出事体了，操，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你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。我总要把个标准，或者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过，闷了7天。当然，我里想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的嘛，这样弄下去就出事情。